我是李爱辉，做手系统就是要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等各位一起来赚。在市场当中要加快赚钱速度，不外乎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借由效率换股赚，最好赚这一段，快速把获利堆叠上了。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效率换股方案做，从6月13号到今天，你的100万透过效率换股已经帮自己创出349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也帮自己创出3490万利润。当然第二个要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方法，就是把市场当中效率标股把它找出来。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个固定的模式，做手系统就是要把市场当中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就同你所看到的，8月1号这一天，乔普跟着做手系统，你会买在 33.9， 今天已经来到 42.9，100万已经帮自己创出 26.5 万的利润。而8月6号的新华跟着做手系统，你会买在 15.85， 今天已经来到 17.4，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而做手系统为什么可以创造市场当中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当然除了这个系统 100% 是我自己原创之外，在进场当下直接会各位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而且一定会有移动停去保护各个部位。那怎么做到市场当中最简单最有效率的选股方式？一件主流一定要把主流找出来，把效率标股把它抓出来。而一件选股呢，当然把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一定要把它找到。就从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要加快计算写速的方法，就是借由效率换股。而效率换股有个很重要的观念，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赚最好赚这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各个做手系统效率换股方案做，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一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那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直接一起来看。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28.3 万。系统告诉我们，基金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7月19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新金投控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7月19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法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新金投控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的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3.8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3.8 万。系统告诉我们，基金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挑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变小赚一看又再次发生，很可惜，对不对？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遗憾不但不会发生，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3.8 万，系统告诉我们，基金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问题是7月3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7月3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京城这样票，赚它最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7月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千发赚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金城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的7到8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 53.4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53.4 万，系统告诉我们基因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用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只要卖你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不止不会浪费时间，反而可以再次的加快自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53.4 万，系统告诉我们基因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五张报酬。问题是8月2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8月2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我们发现一个事实，8月2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多股票，那怎么办？很简单，改换一键选股空改做空，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空威盛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8月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千发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空威盛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的一段，股价大跌前就要赶快空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进场，短短的2到3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8.6 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不会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8.6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空头最好赚的阶段，所以黑 K 破底一样最好的回补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回补，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多空都是一样道理，单等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回补你舍不得回补，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2天时间，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当然可以再次的加快自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8.6 万，系统告诉我们基因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价报酬。问题是8月6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还是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8月6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顺着原线节奏一键选股空，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8月6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空股票，怎么办？很简单，改换一键选股多改做多，一样是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新华这样票，赚它多头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8月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千发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新华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
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是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从7月16号到今天，你的100万个做系统效率换方式做，已经帮自己创出127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1270万利润了。而下一张股票要等各位一起来赚。很多投资者在市场当股票为什么会做辛苦，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市场当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不是要的只是一个头头是道分析，而是一个真正会赚钱买卖点。市场当中会分析行情的分析师，会讲故事的分析师实在太多了，但是有几个分析师可以确确实实把股票做好了，我相信少之又少。因此呢，各做系统去做很简单，我不给各位长篇大论分析，我单刀直入给各位会赚钱买卖点。因此呢，各做手系统去做，我们为了让总资金效益达到最大化，而且操作一定要把握，所以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集中操作单股票，而且呢一定要有严格风险控管，我绝对不许我手上股票铺在极大风险当中，所以最大的风险也不会在 3% 上下而已。更重要的，我给各位会赚钱买卖点，而这个买卖点一定是领先而且非常明确的，绝对不能模棱两可。就等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要加快赚钱速度的方法，当然就是把市场当效率标股把它找出来，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固定的模式，做手系统就是要把市场当中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因此呢，当有做手系统，同时当我们看到周线大户成本多而关键价被日线买点突破，同时很自然它就形成效率标股模式，而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也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我们说会一定看同的事实，我们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最好赚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下，我说会这个做法百分百资金买进，真的好事很赞发生。那为什么这样票买进之后在短期间内就出现快速的大涨？很简单，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那到底有没有符合效率标股模式，我们直接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样票在这一天我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是日线的买点。那日线的买点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的关键数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系统。当天周线关键数价在 33.3，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33.9，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突破周线关键数价，所以呢很自然它形成效率标股模式，也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内就快速大涨可能。那有没有快速大涨？当然会快速大涨。那相同道理，也就同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强调，也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操作股票绝对不只是买进股票一件事情而已哦，除了买进之后哦，在上涨过程当中如何抱着安心，更重要要知道卖点哦，不要让自己会有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大遗憾持续不断的发生。所以呢，各做系统去做效率标股，事实上一个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最简单的模式就是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当然就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因为买点就只有一个。可是呢，也别忘了一件事情，买进之后我们直接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跌破之前一路报到跌破为止，操作就可以这么明确而且非常简单。买卖点各自有个数字，很多投资者为什么做股票做到最后常会有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逃遗憾啊，就是买点常常不清不楚，跟着分析去做啊，就是模棱两可，然后就是猜行情赌行情，也就同你所看到的所有操作可以做到很明确。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开高之后有出现向下很深的洗盘，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洗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很明确嘛，没有跌破。没有跌破的情况之下，那应该怎么做？那当然就是抱着它，洗完盘之后当天就收上涨停、哦、隔天创了新高，今天再创新高。那昨天行情大跌、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它出现黑 K， 可是你有发现它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吗？一样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哦、这么明确的情况之下一样就续报、哦、那今天就是再创新高。那同样你会问我，万一他哪一天跌破大户成本线怎么办？想都不用想，也不用等到收盘，而你只要看到跌破大户成本线，就是把手上所有股票
一张不留，全数出清，然后把赚到钱发口袋，再赚另外一档效率标股。所以所有操作做到最后，你会发现各做系统买卖点就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在市场当中不是要的是一大堆解盘安慰，你在前两天大跌过程当中，那分析师会做什么事情，就安慰你而已，告诉各位哦，基本面很好，不要怕，继续报。可是呢，你手上股票已经套牢了，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各位做系统这样情况一次都不会发生啊。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股票，因为每档票都只是我们赚钱工具而已。当我们有赚钱办法，同时每档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再看档票也是一样道理，也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我说会一定看同的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一样的简单清楚明确。所以我说会在这样票这一天还是一样百分之一买进，那好事很赞发生。那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为什么买进之后短期间这又快速大涨，今天直接开高拉高直接收上涨停，很简单，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我说会员跟我看到的买点数字绝对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的系统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参数可以改，可以做到这么简单而且明确。那这样票到底有没有符合效率标股模式，还是一样直接来看系统一起来，也就同你所看到一样，这样票在这一天我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日线的买点。那日线的买点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数价，昨天也就是在当天周线关键数价在 15.45,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15.85,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已经突破周线的关键数价，所以呢很自然的它再度形成效率标股模式。那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之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那应该怎么做？那当然不要怀疑，就是百分百自己买进，但是好事很自然发生，果然今天开高走高直接攻上涨停，相同的道理，我必须要再重复一次，操作效率标股的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做股票就可以这么简单了，不是讲一大堆之后买卖点不清不楚，就是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当然就是百分百自己买进，可是也别忘了一件事情，买进之后，我们直接拿大户成本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跌破之前一路报到跌破为止，操作就可以这么简单这么明确。那同样的多空都是一样道理，就是要会买也要会卖，要会空也要会做一个回补，所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持续快速把获利累积起来，就同这样票也是一样道理，这样票是我在节目当中先前跟各位分享过的空头的效率标股，所以呢 我说过操作效率标股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不用猜不用赌，全部都是眼见为凭，就是日线空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然是日线的空点，那日线空点就不要怀疑了，百分百资金进场放空，等好事很自然发生。可是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放空之后一样，跟做多相反，直接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突破之前一路报到突破为止。那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在早上一开盘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一个事实，什么样事实？一开盘直接突破大户成本线，那么做法是应该怎么做？不用怀疑啊，就是把所有的资金全数回补，把赚到钱放在口袋，再赚另外一档效率标股，操作这么明确这么简单，你还不会做股票吗？那同样再开档股票，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也是我在节目当中之前跟各位分享过的，空头的效率标股，所以你会发现你跟做系统去做，会多也会空，然后呢买卖点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还不会赚钱吗，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样票在这一天我看到周线空日线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然是日线的空点，那日线空点当然是百分百资金进场放空，等好事自然发生。那也别忘了一件事情，操作效率标股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就是放空之后，就是一样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突破之前一路报到突破为止，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早上开盘没有多久，就出现突破大户成本线，那应该怎么做？你需要等尾盘吗？不用怀疑不用思考，就全数回补，把赚到钱放在口袋，再赚另外一档效率标股。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我节目很简单哦。很多分析在做股票过程当中，只告诉你买，不告诉你卖。哦，你会发现跟着做系统去做，买卖点清清楚楚。而且呢，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进出，进场百分百资金进场，出场也是一样，百分百资金出场。哦，没有什么叫做卖个一半的，没有什么叫做买个一层两层的，没有什么叫永远卖不完的二分之一，没有这回事。哦，因为所有事情要做到完全的肯定，而且非常明确。所以就同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必须用最精简时间去创造财富，用最大量时间去享受人生，千万不要颠倒过来。所以你现在签约只是立即去亲身体会简单有效率的做手系统而已，我等各位来亲身体会。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做手系统就是要创造市场当中最简单最有效的操作方式，等各位一起来赚。就从你跟着做手系统去做起止，纵使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不断的发生。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7，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361点。而台指08呢，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800点。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多一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636点。当然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这一笔交易讯号。接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点55分的时候，也就同你所看到是一个挑盘同步做多讯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下，这今天第一根 K 线在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线上是红色，所以同步做多，所以收盘收定我们当时的收盘价20592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20523，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串成交，但是也绝对不要忘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重磅给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636点，记得要把它放在口袋。就懂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没有做手系统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